用十几万根火柴头搭建的巨大蝎子，一把火点燃会有多爽？别说我没告诉你，看到最后还有你意想不到的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白菜。今天小哥想用十几万个火柴头搭建一个巨大的蝎子，他拿来了固定架子，把蝎子大概模型搭建好，然后将粘土粘到蝎子模型上面，这也是为了后面弄上火柴不会掉落。现在蝎子的大概已经搭建的差不多了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帅气，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现在拿来火柴，黑色和红色的火柴，把火柴放在钳子上，然后用黄色火柴在头部插着，感觉已经有了，接下来就直接放置做过程。现在终于制作好了，拿到外面点火，可以看到蝎子已经燃烧起来了，火势非常的猛烈。燃烧完的蝎子彻彻底底变成了一只黑蝎子，真的很霸气。换个角度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的视频你们想看什么？可以给我留言哦，记得给辛苦制作视频的我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